犹如桃花源般的美食天堂在哪里？小时候就是喜欢吃这个，它很甜很香，因为它这是百年老店，不惜成本就是请客人吃这样子。排骨汤一般都搭玉米，可是我们这里北埔因为是柿子的名产，所以呢我们会搭柿子。玉米哦，叫我找别人吧。就爱台湾味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新味娱乐台。